哇，这一棒被张嘉打穿了陈永基的防线，现在有得跑了，朱志成要赶快把球给回传回来。这场比赛为全龙队的第三支长打，勾到右半边，哇，陈冲顶 ，nice play， 再往二游击，阿多，哇哦，雷帝降临天母棒球场，哎呦哎呦，这有可能会是维持原判哦。out 维持原判，所以陈崇廷雷帝上演精彩的双杀守备，五局打完，主队为全龙队是取得2-0两分领先。